忘记带带没写。今天这张写出来都好好看。今天哈、哦，像有值会票价的感觉。啊？真的、哦，就像有值会票价。老师送了全国美展的写。啊，没压力了，对。没压力。无论有没有得奖，我已经不管了，我已经至少完成了。老师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不要了，就这一张了。啊，节节进，它有一点顿挫感，毛笔都没有倒。啊，然后这个中襄王的耳朵，好变化。哦、啊，嘴唇翻笔，下巴，牙齿。教练系看得懂啊，他的前爪，他的背部屁股到后面的脚，然后一个 Y， 我们猜应该是讲他的脚，或者是他脚他的爪子拿着，或者是像人类的手，因为他是一个代表，好像一个老先生都有一个符号，整个手上拿着杖吧。总之，这是古代的字的一个类型哈。一个老虎坐板凳，就是形容他趴卧在那里，等待猎物的松懈，然后就可以啊，就把猎物呢捕食。母老虎。母老虎捕食都是为了小孩子，真的。我们看影片里都是不会去给小孩子，就是、哦、母老虎真的。母老虎，母狮也是不会去。我这就写人缘处啊、哦。妈妈也是啊，妈妈也是啊，动物就是跟妈妈一样的。真的，这个已经很花了，我觉得。安，李彦南，楚。这样，林安楚，然后签名，2022，陈一郎，这样好了。接下来换你们了，我已经累了。好，这样子，安楚大方啊。嗯，漂亮。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一样，这个在新冠期间大家安处在家。好。